喽，朋友大家好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大事不妙！今天早上我们村子里面大叔很早就去我们后山竹林里找冬笋，万万都没有想到找到一窝冬笋，一锄头下去挖到五米深的一个洞，突然跑出一条长长的不明生物，好像是蜡条吧，咬了一下他的右手，不知道有没有毒的。回到我们村口呢，就遇见我们村里一位行医多年80岁的爷爷，爷爷就告诉我们说，托我帮他寻找我们农村一种不起眼的植物，这种植物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俗称为万能消毒王，用途也是非常的厉害，很多外地外省的人都不了解，甚至不认识啊。今天借着这个